我觉得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色，来跑出来讲讲她的这个不同的立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就是我们都很欢迎这样的声音。那其实这个角色也是希望说她是个 gay 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说希望说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觉得说那可能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想说希望要有一个女同性恋角色一样，就是说太可能太为了那个目的而去做什么，那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不希望说为了有女生而去找女生来演这样。那我觉得好像那种政治宣传片啊，一定要演那种肥干，然后要有那种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中其实是就是差不多像这样子，我们不需要那么的有意义这样去有目的的去塑造一个角色，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开始翻这个影片。探讨说，出露是不是可能是个女人？那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另外那个演 A 片的那个角色，我们其实原本是定他是一个 gay， 对，我终于流下滴心泪。对，那个角色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个毛病，说我们一群女人力量大，一群女人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就开始不知道了。然后我觉得一个。比较中性的角，就是说，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色，来跑出来讲讲她的这个不同的立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好的，就是我们都很欢迎这样的声音。那其实这个角色也是希望说她是个 gay 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说希望说是一个女生的话，那我觉得说那可能就是说像我们之前想说希望要有一个女同性恋角色一样，就是说太可能太为了那个目的而去做什么。那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不希望说为了有女生而去找女生来演这样。那我觉得好像那种政治宣传片啊，一定要演那种肥干，然后要有那种我觉得因为我们生活中其实是就是差不多像这样子，我们不需要那么的有意义这样去有目的的去塑造一个角色，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因为我在想说你，所以我会问你说一开始我们的那种想法是很大，我们希望一开始的影片的架构是非常非常庞大，我们希望的是那种浩瀚如史诗般的流畅，如史诗般的把所有各种可能性别、什么练兽、什么通通都摆进去，然后通通都让每个人一副的旗帜这样。可是，一方面我觉得是，就是说我们到底有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基本，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那另外一方面是说有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的生活其实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我们这个社团跟其他也是女人社的社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其他社团他们可能有异性恋有同性恋，就是他们可以交流出一些很多不太一样的东西出来，但是我们这一群就不知道为什么全都是目前来讲都是异性恋，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实在是很难去，但我们有些人会试着去跟一些就是其他社团其他学校的社团的女生来做一些交流，其实我觉得可能是目前的状态就好像没办法去深入探讨像你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片子原来的目的也就是要拍我们大学这几年的一些过程一些想法，想说女士不爽反正就乱写，不过我觉得这片也不错啊，因为到处是都不太爽，所以就女士不爽的。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其实我们这种官方说法是说啊，这个片名代表说女生开始去发声，做一个发声的练习，不论是好的发，就是说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但至少都有女生的声音出来了，这点是比较重要的。那或许那个声音可能是蛮粗糙的，可能一般也断讯啊，剪接也不是很流畅，但是至少那是一个声音。那其实那是一个很官方说法，其实真正的事实就是小小的事实，就是说就是我们就是被逼出来的。对，必然。对，就下课前请把片名交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抽签，就是这样，就小小的秘辛。好，还有什么？请说。我想问一个问题。说想拍女性角色的 A 片，那我想知道说，因为我只能看得到男，因为我自己对我来说，我不会看女生的身份，我想要看的是男生的部分，可是他只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对？我觉得就是
不过这可能有点难了，就是说，可能当然就是说去寻找资源啊。然后我觉得一方面说，如果说你今天看到就是这种，就是说可能去很克难的意思。对，很克难，就是说比如说你去看克难，就是很转化现有的材料。哎，对对对，加减看，加减加减看看这样。如果接不到摄影机，如果接得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自己拍。对啊。但是如果说找不到演员，也找不到摄影机的话，那就加减看。可以租多几卷，然后把自己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有啦，是有，应该有。就是说，对啊，就像他说一样，譬如说那种索马台那种，男生可能只出现头和尾，就是头一开始出来这样。当这个做爱的时候是女的很爽，但是男的没有表情的时候，那万一如果真的有一个周围朋友说，哎，我真的是做爱觉得很爽，但是我大家都觉得女人如果在做爱过程中很爽，然后男生没有表情的话，是一种，其实会被女性主义批评说这个你。好像是说你很阳很阳郁东西，或是说你很不缺的，你是刚好是那个体制下的一个东西一个产品。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女的说我就是喜欢被操，然后觉得很爽，那这样的东西就是，就是说女性主义很喜欢会在批评。